和汪峰日前被狗仔爆出已经离婚，随后双方发生证实消息，引发各界哗然。由于这是汪峰第三次离婚，就有网友联想起近日第四次结婚的人气网红韩安冉。韩安冉分别在2019年、2020年、2023年与三位老公结了四次婚，因此网友们将两人配对，还取名为巴黎世家，调侃双方将各自经历四次离婚。对此，韩安冉发文表示，有人说汪峰看不上自己，真的有点可笑。接着自豪地表示，自己登上热搜榜第一名的时候，汪峰的热搜排名比他还要靠后，更直言对方年龄跟他的爸爸一样，太有老人味了，不可能喜欢对方。此外，他也强调这次结婚后就不会再离婚了，似乎对于这段感情相当有信心。Bye.